讲是守护法庭是第七年联名，就守护权利是第七年联盟，这是非常长。我们当初在定名字的时候很没有想象力，所以唔知要何啥来着，规矩拢甲写写起好啊。那阮是一个在地青年组织，所以所谓在地青年组织其实是半个啦，因为阮虽然拢是家庭的人，都是签订的青年，但是吼，阮的居住地做侪拢是伫外口做行活，要袂跑到读册，所以很多都没有住在签订。现在阶段目标吼是要组织一个高雄市政府，伊要开发一个一支四号道路底接签订湿地顶管。那阮是希望讲会使把这个湿地当作是咱家庭发展的一个轴线。我阿唔通讲，咱都比你是宾馆啊，开发住宅区啊，开发工业区等等的啊，利用房地产啊，或是利用二级产业啊，去促成咱的经济活化。啊，阮做的代志其实有点多样啊，除了讲去抗议啊，去参与一寡会议，做参与一寡公共参与之外，佫有举办地方的营队，予迄个小朋友的，像国小、国中的。去采访老店，也有一挂社区资源哦，咱嘛爱了解，包括讲生态，是讲文史，啊，搁啥物件，因为感觉讲思想嘛是足重要诶，所以伫阮诶人民内底吼，阮拢鼓励大家去书写，去写物件，是说诶，你可能对这件代志诶看法，啊，是讲你伫即个过程中你有啥物款诶获得，啊，你安怎甲写出来？那为着要推广咱家庭诶物件，也制作一些社区地图。啊，好，大家讲，大家知影讲，家庭有啥物件？因为签订伫过去，阮算蛮可怜的，就是拢越来越少人知道。过去阮可能都有新北港啊，就是你也是讲已经四五十岁，才可能拢无啦，四五十岁甚至比较高年龄层，可能对家庭的印象就是你要有新北港啊，然后你也是拢咧抓乌鱼的，抓乌鱼的。啊，不过即马因为咱近海渔业的没落吼，所以咱家庭抓乌鱼的这些产业。渐渐的嘛，被消失去啊！啊，消失到多严重了？消失到阮即马抓乌鱼的渔船，敢若剩一队，所谓一队就是，抓乌鱼拢是爱一队，就是两艘渔船出去抓，因为迄叫索网啊，索网啊船队。啊，然后阮即马就剩唯一一队够在抓，所以这产业是萎缩的非常严重。那我们都招募一挂社区青年，因为敢若阮头先几个人来做一定。不太够，所以一定要去召唤越多青年投入。啊，不管伊是在地还是在地，拢无差。我们就希望讲，越来越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，啊，伊就对身边的生活吼，伊可能多点关照。2011年一四号道路要开了，啊，样子来送产品，然后专案小组新嘛，然后到2014年专案小组供应不多，为什么没办法呢？因为专案小组里面没有生态专家，啊，没有生态专家还可以省3年，我们在那种啊。啊，2014年就第一次环评大会，这样子的有条件通过，而且有条件其实条件很多，啊很多啊，到今嘛嘛无上来提，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条件这么多，应该是没亏吧？结果真正是2016年1月撤销环评，现在撤销因为去各工各种去进入异地环评的审议过程中违规违法，没有回避，啊事实上真正是安尼，迄当阵，因就讲啊，我们主席那个公务局有回避就好，其他人都不用回避。啊，不过殊不知主席是环保局局长，啊，然后来了一个什么海洋局局长啊之类的，所以台湾的环评政策吼有蛮扭曲的。哦，等于讲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他想要开辟的一支四号道路，是由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去执行环境影响评估的，所以这在有一挂学术的讨论内底的，变作是球员兼裁判。而阮的看法就是讲。如果说你伫这个湿地上开辟了一支四号道路之后，你可能会改变它的水文，可能会改变它的栖息地，可能会改变它的生态，所以你得应用到很多不一样，很多生态它原本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希望讲卖亏，啊，不就是你选替代道路嘛？我拢定来讲，我其实无反对亏哦，只是亏的，但当是卖这条直直切下来一支四号道路，或者是一种替代道路。啊，伫环评内底，环评出来的疫苗很多，大概四五条，替代道路。可是，在环评大会的时候都没有就替代道路去做审议，哦，伊敢若为主方案去做审议尔，正好是阮刚是一个瑕疵啊，环评里面的瑕疵。这整件事情内底吼，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圈圈，第一个就是高雄市政府嘛，咱拢知影，伊要注定要开咯，哦，然后中央的是全地方居民。
潜力计划之余又分为两派，哦，第一是要开路，第二是不爱开路的。啊，要开路一边又以两种身份作为代表，第一就是民意代表，第二就是市政顾问，政府的高雄市政府的市政顾问。这两个身份哦，伫阮家庭啊，要划开路是划特别大声的。啊，然后第三个团体伫这事件中就是环保团体。那其实环保团体跟前进地方居民也是有一个共通点的，是在地的环保团体，譬如说像我们吴杰清啊，是讲阮有一个前进生态化协会，嘛是在地人去组成的环保团体。所以伫阮即马即个事件内底，咱切成几个面向去看。我们伫2014年7月17号环评有条件通过之后，这第一次环评，啊，当然第一次环评进行，我这几个倡议啊，拢是伫网路上。啊，这个第一次环评有条件通过之后，我们就刚刚讲，好像努力不够呢，那继续努力吧。然后我们就固定寒暑期营队，所以阮即马已经无固定啊，因为人力不足、经费不足，所以就无多进行遮个一寡。比较耗费人力跟经费的事情，啊，或者做处理啊，因为我们做选择，因为遇到很多我们家庭的小朋友，啊，因为我们在家庭行动的过程中吼，我们会发觉讲，成长过程你可能到20几岁，拢更唔知影讲，潜力实力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希望讲，现在小朋友在小时候，让他讲，让有潜力实力，有什么二人戏，让有迄个公庙文化，让有镇头，有什么有诶无诶，对咱家讲，咱点有什么物件。所以大个时阵，才让咱来讲，我没有在潜力白活。从这种外出之后，才发现潜力的美德，那这个就可惜了。我想再谈一件事情，就是台湾这个事情到底好或不好哦？你刚刚提到说，那个所谓地方人士跟环保团体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刚刚提这两个哈，那请问一下，地方人士的意见到底有几种？只有支持跟反对吗？中间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立场？看先看有没有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我们有没有看过黑白照片？黑白照片里面一共有几种颜色？两种，黑跟白，还有灰。重点是灰。如果没有灰，有没有黑？有没有白？好，请问黑白照片里面的灰有几种灰？有几种灰？意见是一个光谱，从最左到最右，意见一定会有不同的立场，对不对？每种立场谁对谁错？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个社会吼，所有意见都是相对的，重点是你能不能说服人家而已。我比较想要知道，就是因为刚老师讲的，环团跟所谓的赞成开发这个团体，它其实两边的那个意见是非常极端的，一个就是非开不可，一个就是绝对不能开。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去中间的这个意见，有收集过这些中间的这些意见吗？例如说，你刚有提到那个替代道路的开发，那居民对替代道路的意见又是如何？在地人啊，这个桂林中吼，我们。拄到中间意见，其实就是无意见。讲，问伊这条路开好还是歹，伊会讲这条路有开甲无开，甲我拢无相干。啊，有开嘛好，啊无开我嘛无差。所以真侪地方的人其实是用这款的态度，所以中间意见可能是比较多是这样。啊，当然，伫阮前清内底吼，因为毕竟我嘛是在地人吼，所以有一寡个人因素的考量，啊，一寡对于地方的期待来讲，阮会希望讲开替代道路是较好的，因为伫地方真正有真侪士大人，伊是为想讲开这条路会当带来一寡繁荣的可能，所以阮也希望甲因讲，阮无反对开路，阮反对的是吼，咱这个一直是靠主方案的规划，所以讲如果来当选择替代方案，我来当好好来讨论到底要安怎切。到底要安怎玩？吼，免讲咱着食阿爸咧，直接甲规过。吼，所以可能就是比较中间灰色地带。嘿，啊，毋过若是讲佮有其他诶，即我真正着较无了解，可能爱去问看。因为阮接触着吼，阮两接触着，甲阮台面上看着，通常比较显性拢是两个极端出现的人嘛，阮较会去接触着，比较多可能去接触着。所以讲，迄中间灰色地带。
没让他去连接，没让他去跟计较，可能我们哥还是想看嘛。